这些都是我培育的祖国的花朵。然后因为大姨子新房子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，所以来送她一些花。因为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她也送了我们一些花啊，这个都是送给她的。然后还有这个是莲花种。路过一条街，然后这条街上全部都是卖榴莲的啊，然后价格有些不一样，然后这家比较稍微便宜一点，这边是145、140，然后这边130，然后就稍微便宜一点。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买榴莲啊，前几天吃了一次，那挺好吃的，蛮甜，很甜。OK， 切，哇，老板会说中文哦，好厉害。静默亦似歌，那感觉像诗，甜蜜是眼中的痴。看到这些花了吗？这些花全部都是他们自己买的，做了一下绿化啊。旁边种了一些很多灌木，然后种了一棵树，这个是什么树？不知道什么树。这是它的鱼池，啊，这水都绿了。吐槽他们从来不在家里做饭的啊，今天就在家里做了饭。小不会，这菜全部是他姐夫做的啊，他姐姐不会做饭，全他姐夫做的。我们现在要去银行，因为我换了一个新手机，然后那个 app 原来的那个银行的 app 用不了了。感觉都没什么人了，好冷清啊，冷冷清清的。好了，卡办完了。这干嘛种树吗？哇，水管接水管啊，看到了。哎呀，水管坏了，接一下。哎，小叶起床了。来到了一个花市啊，这个花市是周末才开放的啊。然后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那个，这叫猪笼草吧，就是可以吃蚊子的。这蚊子跑进去之后，那个花就会把这个蚊子吃掉。这个还挺贵的，一盆120株，还是蛮贵的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，还是可以种在水里面的。哦，他盆子都不给我们。这个蛮便宜，这个70株，这个很便宜，所以就买了一个。这不是时候啊，因为现在快5点钟了，有的摊位都已经打烊了。那个花市现在收摊是因为晚上还有夜市，所以他们现在必须得收摊。小店啊，刚好也有卖花的，你就进来顺便看一下吧。那他喜欢这个，这个150株，然后好吧，你说。啊，你掏来400株，那肯定这个就划算一点。你看这个叶子很饱满，你看这个光秃秃的，是不是？泰国有很多这种花店啊，这种花店真的随处可见，太多太多了。价格也不等啊，所以这个要淘到便宜的你就买，贵了你就不买，就这么简单。You like this？ 没水。没水。No flower。你们看起来这么黑，黑黑的。黑黑胖胖。娜娜说这个树贵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马里奥很喜欢这个树。有附加值啊，一家的这个树。这树400株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越大的性价比就越高啊。400株。First love, 初恋是吧？初恋。娜娜，这是娜娜选的，这个300株。他对这个树很执着，他很喜欢这个树。这个树也没什么花呀，但是寓意很好，就是那个 first love。这个树还是蛮大的，400株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。这个跟这个700，然后说把这个送给我们，然后这个可以收获到家。哎，老板会做生意啊，这个没法还价了。又选了一棵树啊，这个树也很便宜啊，300株，这么大一棵树300株。
为什么泰国皮卡实用，你看能拖能装，这个还得拔出来，要给个新的我嘛。哎，这个还挺难搞出来的，下面有一些根系缠在里面。OK 了，差不多1000块钱吧，1000块钱吧。OK， 下班。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，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。我已试够别离，并不很凄美。尽了云涌风起，还怎么舍得放下你？